哇，满满的胶原蛋白哎！谢谢你。哦，你都老妹了，我是说衣服啦。你是不是欠揍？没错，我身上这件就是 Chat to Chat 最新设计的胶原蛋白轻柔短版 T。它采用的技术是将胶原蛋白的分子与纱线做结合，使之融为一体。这样一来，不仅不会破坏胶原蛋白，还能保护胶原蛋白，让它永远的发挥作用。那穿上这件胶原蛋白短 T， 你们就能感受到明显的与众不同。它不仅柔软又贴合肌肤，穿上去是真的非常的舒服。皮肤比较干的人，它也有保湿的效果，同时也能有感的净味除臭、吸湿排汗不闷热。另外领口我们也有挑选这种比较不容易松的螺纹材质，它的车缝细节都做得很精致。那短版的设计可以修饰我们的身形，看起来比例会更好，而且非常的好搭配哦。像平常休闲啊、居家运动穿都很适合，穿起来真的很舒服。那我们的衣服都有通过检验认证，总共有5个颜色、3个尺寸，推荐给你们。